你嘴里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，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。聪明人都懂得养一张富贵嘴，因为嘴巴就像存钱罐，嘴巴富贵，福气自来，口吐莲花，富贵一世。一积口德就是积福气。古语说，刀疮易没，恶语难消，做人要有口德，不该说的话不说，该说话时好好说。鬼谷子的百合之术其实就是张口闭口之术，知百之合最为难得。常言道，福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嘴巴造业最快，逞一时之快会得罪很多人，人生路上敌人就会越来越多，路会越走越窄。要想有富贵命，嘴巴先要富贵，家庭想要有福气，嘴巴先要有运道。鬼谷子说，欲开情者，向而比之，以目其辞。与别人说话要有同理心，让对方产生好感，自然会认可你这个人，愿意和你做朋友。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载了一对白人父子，孩子问，为什么司机叔叔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？母亲笑着回答，是因为上帝要让世界缤纷，所以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。到了目的地，司机坚决不收钱。小时候我也问过母亲一样的问题，母亲说，我们是黑人，注定低人一等。如果换成你今天的回答，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我了。口吐善言就是造善业，修善缘，养一张富贵嘴，说话常怀慈悲之心，更容易交到朋友，家庭也会更和睦，福气贵气自然来。二，富贵嘴五忌，聪明人从来不说。鬼谷子说，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，言者有晦忌矣。鬼谷子谋篇里，鬼谷子讲到人际交往中要注意的五种忌讳，辞言有五，曰病，曰怨，曰忧，曰怒，曰喜。一，病者，说话无精打采，缺乏精气神儿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干劲儿，没有上进心。二，怨者，喜欢抱怨，充满负能量，遇事没有主见，不去解决，消极悲观。三，忧者，多愁善感，情感过于丰富，沉浸在自我世界，让旁人无所适从。四，怒者，情绪失控，喜怒都形于色，言辞过分。五，喜者，得意忘形，做事高调，口不择言，易招致他人记恨，乐极生悲。一个人怨恨、喊穷、负能量，就是不知足，身上的福气会喊跑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。事事差不多就行，消极处事，结果日子越过越不满意。家庭要兴旺，人生要美满，要学会知足，嘴巴学会说满意。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，为人行事勿猖狂，福祸缘浅各自当。要懂得控制自己情绪，任何情况都不要口出狂言，想得富贵命，先养富贵嘴。三，说话真诚，换位思考，不懂说话的艺术只能是祸从口出，而养一张富贵嘴则会服从天降。在鬼谷子全篇中，鬼谷子讲述了与不同人交谈时的不同策略，与有智慧的人交谈要依靠眼界的博广，与富有的人交谈要高屋建瓴，格调高雅，与身份地位卑微的人交谈，他们往往比较敏感，要谦卑好礼，要让他们感动，引为至交。和犯错的人说话一定要加以鼓励，给他们信心，鼓励他。正如鬼谷子所说，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，会说话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而是内心真诚，懂得换位思考，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和内心的欲望，说有益于对方的话。古往今来，将说话这门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便是鬼谷子，他开创的游说术让弟子张仪、苏秦、庞涓、孙膑纵横列国，左右战国格局，除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换位思考，从各国君主利益出发。与人交往贵在诚字，再出色的口才也不如真情实感更能打动人。说话真诚，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，越走越顺。聪明人都懂得养一张富贵嘴，因为嘴巴就像存钱罐，嘴巴富贵，福气自来，口吐莲花，富贵一生。一，积口德就是积福气。古语说，刀疮易没，恶语难消，做人要有口德，不该说的话不说，该说话时好好说。鬼谷子的百合之术其实就是张口闭口之术，知百之合最为难得。常言道，福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嘴巴造业最快，逞一时之快会得罪很多人，人生路上敌人就会越来越多，路会越走越窄。想要有富贵命，嘴巴先要富贵，家庭想要有福气，嘴巴先要有运道。鬼谷子说，欲开情者，向而比之，以目其辞。与别人说话要有同理心，让对方产生好感，自然会认可你这个人，愿意和你做朋友。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载了一对白人母子，孩子问，为什么司机叔叔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？
母亲笑着回答，是因为上帝要让世界缤纷，所以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。到了目的地，司机坚决不收钱。小时候我也问过母亲一样的问题，母亲说我们是黑人，注定低人一等。如果换成你今天的回答，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我了。口吐善言就是造善业修善缘。两一张富贵嘴，说话常怀慈悲之心，更容易交到朋友，家庭也会更和睦，福气贵气自然来。二，富贵嘴五忌，聪明人从来不说。鬼谷子说，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，言者有晦忌也。鬼谷子谋篇里，鬼谷子讲到人际交往中要注意到的五种忌讳，辞言有五，曰病，曰怨，曰忧，曰怒，曰喜。一，病者，说话无精打采，缺乏精气神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干劲儿，没有上进心。二，怨者，喜欢抱怨，充满负能量，遇事没有主见，不去解决，消极悲观。三，忧者，多愁善感，情感过于丰富，沉浸在自我世界，让旁人无所适从。四，怒者，情绪失控，喜怒都形于色，言辞过分。五，喜者，得意忘形，做事高调，口不择言，易招致他人记恨，乐极生悲。一个人抱怨喊穷，负能量就是不知足，身上的福气会喊跑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，事事差不多就行，消极处事，结果日子越过越不满意。家庭要兴旺，人生得美满，要学会知足，嘴巴学会说满意。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，为人行事勿猖狂，福祸缘浅各自当。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任何情况都不要口出狂言。想得富贵命，先养富贵嘴。三，说话真诚，换位思考，不懂说话的艺术，只能是祸从口出，而养一张富贵嘴，则会服从天降。在鬼谷子全篇中，鬼谷子讲述了与不同人交谈时的不同策略。与有智慧的人交谈，要依靠眼见的博广；与富有的人交谈，要高屋建瓴，格调高雅；与身份地位卑微的人交谈，他们往往比较敏感，要谦卑好礼，会让他们感动，引为至交。和犯错的人说话，一定要加以鼓励，要给他信心，鼓励他。正如鬼谷子所说，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。会说话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而是内心真诚，懂得换位思考，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和内心的欲望，说有益于对方的话。古往今来，将说话这门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便是鬼谷子。他开创的游说术让弟子张仪、苏秦、庞涓、孙膑纵横列国，左右战国格局出了三寸不烂之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懂得换位思考，从各国君主利益出发与人交往。贵在诚字，再出色的口才也不如真情实感更能打动人。